喜欢做手工的，那天就那个正在背那篇课文，那就是一个荷叶的，然后我就觉得也挺好玩，可以做做试试嘛。一开始我做那荷叶，然后他就说需要露珠，需要青蛙，需要蜻蜓，需要鱼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给我做玩具。我喜欢过家家，他就把电饭锅、爆米花机、小马桶搬进了我的娃娃屋。我们一起玩游戏，他就做游戏里的场景。我喜欢漂亮的头花，他就给我做发卡。